清晨，这里是美国，你放心，我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吧。这个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你怀孕了，已经一个多月了。怀孕？清晨，你不会是要生下这个孩子吧？你又上电视了哎！娜娜已辞去英国皇室御用珠宝设计师一职，并于近日归国。我去下卫生间。嗯，好，先生，小心点，别摔倒了。叶小姐，萱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四年了，我们都没有找到合适的骨髓。现在唯一的机会是您和您的丈夫再生一个移植骨髓。萱萱，妈咪一定会救好你。有什么方法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叔叔。这孩子，哎呀，这个叔叔好帅啊，勉强配得上吴妈咪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。叔叔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没有啊，干嘛这么问？真的吗？太好了。萱萱，萱萱，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们看一下呀，那个帅哥那个小孩就被车撞到了。小孩？叔叔，你骗人！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？叔叔，哎呀，去医院。